Jesse 近期因卷入粉丝遭到殴打事件，风评大受影响。虽然他强调自己不认识施暴者，警方也表示 Jesse 无嫌疑，因此决定不起诉，但舆论仍对他不利。近 Jesse 迎来出道19周年，他在个人 IG 发文感谢粉丝一路以来的支持。他在文中写道：“我不敢相信已经19年了，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与信任，对我来说你们的存在意义重大。没有你们，我不会是今天的我。” Jesse 也提到，虽然他的演艺生涯起伏不定，但他很庆幸一路有粉丝的支持，双方一起经历了风雨，很感谢粉丝一直陪伴在自己身边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从一个孤身一人来到韩国的女孩，成长为在这个行业里独自奋斗的女人。他强调，挑战是他人生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，而粉丝的信任一直是他最大的力量，希望能够鼓励粉丝们勇于追梦，展现了正面的态度，获得不少网友支持。